哎，大家好，1个多月没见了啊。手刚好，手上次不是让那个锯片剌了一刀，刚好。啊，现在已经复工了，可以干活了。这次买了个风油精，切一个水头荡漾的风油精。刚才去买风油精的时候。人家那个药店的售货员直接给我拿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牌的，说这个特别好，这个特别好。我说拿这个多少钱？他说19.5块。我说好家伙，你这比抢银行来的快呀，您这。然后我说有便宜的吗？他给我拿这个2块还是2.5块。我说我又不用，你再好，我不是用，我是干别的用，我也没有跟他过多的解释。然后他就给我拿了这个便宜的。其实我刚才打开看了，这个其实底儿太薄了，太薄了这个底儿，这样磨的话磨不了多大一颗，就磨一个小点儿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回家重新找一颗。然后我又找到了这个可以看到底儿还是很厚的，从这儿到这儿可以做蛮大一颗。还找到一个这个其他品牌的，也挺厚，这两个都挺厚的，看这个角能磨一颗。好了，这个剩下的分红精我已经倒到其他瓶子里了，咱们不能浪费嘛。这个好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磨了。我现在看见这东西我都瘆得慌，哈哈哈哈。潮汐的梦，胸口一暮色苍茫。克制恐慌，卖掉武器，风暴红炉，换取饮食，背叛能让你获得自由。转的河，
旁的城市，驱赶着所有拒绝沉默的人，那首疯狂的歌又响起。